是不是这个字儿你从来没叫过，惊着了啊！醒醒醒醒啊！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亲爸爸。 这人我认识，我之前见过他，这是一大骗子，他那些钱都是假的，根本就没钱。你把他弄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宁放心，我们这儿女孩有的是，什么类型都有，肯定帮您买。小小曹，瞎说什么呀？这个真的是你亲爸爸。亲爸爸？想当年，你三岁的时候，你妈去世了，这不靠谱的爸不知道去哪了，就把你一个人一扔，只留下了一条银项链。银项链。 你没有变，我是你的亲爸爸，你是我的亲儿子，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一个隔壁的兄弟带我到非洲，也就是我同你讲过的埃弗瑞克。初到埃弗瑞克的时候。 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差一点就饿死在那里。后来，你的亲爸爸就是我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我人转了一个地方挖，我挖，我挖呀挖，最后我终于挖出了铜矿，但是我把铜矿当金矿卖。 于是乎，我就发了大财，你也就变成了富二代。富二代，变成了富二代。这等会儿，这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缓一缓。秦爸爸挖矿。 二代，什么情况？坚强，你不要走，坚强。好，徐先生，不急不急不急，那个儿子跑不了，我觉得今天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俩得好好算算算算。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账？当然有点账，您坐您坐。哦哦好。徐先生，王坚强今年30，对不对？ 对，他3岁的时候你离开了，是不是我抚养了27年？对不对？对，那27年的抚养费是要交给我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好。我一笔一笔记得特别清楚。这，喏。啊，你到时候别忘了。 无数的把钱打到我账上，我不要看，我实在是太有钱了，不就是27年来的抚养费吗？我加倍的偿还给你。啊，徐先生，我是生意人啊，多一分我也不要，少一分也不行，我们要有原则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按这些账单，一分不少。 他真的是你爸，王坚强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。没想到你还有个爸，石头缝都蹦出来像我这么好看的吗？我以为你是先行者。行，我跟你说这个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那他是要留下来呢，还是要回去呢？ 不知道，要是他带你去非洲，你去不去？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去。太差了。你说我去那儿干嘛呀？他说的那个矿在地球上都找不着。我去了，你说我是卖保险，我还是跟他一块挖矿啊？还是我在非洲开个咖啡厅，我给非洲人民买咖啡啊？王坚强。 你这个回答我不满意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王坚强，你有什么笑的？别笑，吵死了。我
我平白无故多了一个爸，这么有钱，我能不笑吗？行，那你就跟着你那个爸去非洲挖矿吧啊！给我干活去，把那儿收拾了。没问题。笑什么笑？到时间了，哎呦，我都快睡着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做四次面膜，早两次，晚两次，再加上各式各样的保养品，我要深层美白呀。选秀去了，太麻烦了。是环球小姐还是中华小姐？说不准什么时候，我就要跟王坚讲去非洲开矿了。去非？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啊？阿叔没有告诉你吗？王坚强找到他爸爸了，而且是在非洲开矿的富豪爸爸。富豪爸爸，非洲，哇！黄玫瑰，你这眼光够精准的呀！王坚强成了富二代，而且还是非洲的富二代，简称非富二代。你看看咱这命，咱这命啊！我就是天生要做富豪太太的命喽！你真的要到非洲去啊？万一他爸爸非让王坚强去非洲怎么办？难不成我们两个异地恋？异地恋也有真爱啊！异地恋就跟你养一只手机宠物有什么区别？哼，还是一只有时差的手机宠物。玫瑰，你真的要去非洲啊？那么远，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可是，在爱的面前，咱们之间的友谊，闺蜜之间的友谊，是不是应该放一放啊？我就在想，你那一大箱子冬季的衣服。是不是没法带过去了呀？因为那边的气候并不适合，对吧？我，白花花，你知不知道捂一捂减肥呀？做梦去吧啊！我要弄一大集装箱的衣服运到非洲哦。拜拜。哼。